哦，超大，这简直就是一个盆啊！兄弟们都说啊，日本人的饭量小，但你们知道吗？在名古屋有一家大胃王专门店，里面的量都超大的。当然啊，我前几次挑战别的失败，咱也不提倡暴饮暴食，吃不完的话呢，咱就打包带走。但今天啊，咱就去见识见识，它这里面的量到底有多夸张。哎呀，我兄弟们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这个披萨还有这个炒饭的尺寸我就不说了，这里面最狠的是这个，你们自己看看这到底有多大了。香吗？这个呀。那好大。我刚刚上，超大，这简直就是一个盆啊！跟小一的这个1.5公斤比起来，我感觉我这个像个山一样。啊，这肉质嘎嘎鲜的。刚开始咱不要造太猛，从这个意大利面开始就行。酸甜可口，很开胃。还说不错，光吃一个边有点吃腻了，再换个边吃哈。我的黄油的，外面烤的脆脆的，挺好吃啊。要不要来个？我不来你作弊。那你话说的多见外呢。好吃最好吃啊，嚼多了这玩意儿有点累腮帮子。哎呦兄弟们，我都吃了半个小时了，这也不带见少。我感觉就这量，那相扑他也吃不完。啊，这不行了，整不了。不行，兜着走。完蛋玩意，以后你要是没有那个金刚钻，别揽那个瓷器活啊！把刚才那个小姐姐服务员藐视你了。哇，朋友们，你们说要是有人大半夜看到这个场景，他不能生气吧？兄弟们，现在是日本时间凌晨1点多哈，大半夜的我睡不着，主要是饿了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临时决定，咱去一趟深夜食堂，体验一把日本的宵夜。该说不说哈，这路上人是真多，日本人一到晚上都这么精神的吗？按你喂，到地方了，就是这个。这是一家日本24小时营业的烤海鲜店，反正吃都吃了，今天啊，咱就奢侈一把。哎呀，本想着深夜是不是人能少点，各位你们看看这么多人，看着他们胡吃海塞我也不客气了，什么大力杯跟海螺都点上，再来一份奢华的极致寿司，还有一个我每次来必点的烤蟹黄。哇，朋友们，你们说要是有人大半夜看到这个场景，他不能生气吧？先来一口这个滋滋作响的蟹黄啊。好啊，感觉一下子啊，香味啊就充满了你的口腔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接下来再尝一下大力杯。哇，太满足了，又鲜又饱满，大海一口闷了，这里面的汤也不要浪费，味道老绝了。然后各位观众，这个极致寿司就是海葡萄海胆加鲱鱼子，什么口感啊，丝滑至极，香醇的海胆加上爆珠的鱼子，一时让你感觉整个灵魂都在跳舞。其实偶尔半夜出来这么潇洒一下也挺惬意的啊，各位你们说呢？